Hello， 姐妹们，化全妆上班，当一国美女的疯子开始。我前面几天化妆都是顶起这个素颜哈，结果有很多人都觉得我好丑啊，不拿我当回事儿，就是直接不把我放在眼里。然后我今天化妆是因为我新买了一个粉底，还有个粉扑，我要试一下。有新的东西哈，真的就是迫不及待的想用在脸上。今天妆前就从简单的就抹个水乳就要得了。好了，我们开始用这个粉底哈，挤点在手上，给你们看一下它这个质地哈。它这个流动性哈不算很强，但是它确实就是很丝滑，延展性啊这些都很不错，包括它的粉质也是很细腻的。我先上半张脸给你们看一下哈，然后两下把它拍开，因为我用的是黑色的这个盖根这一款嘛，这款是适合那种混油皮啊油皮的姐妹。就看鼻翼还有眼下这些地方都没有卡粉啊起皮这些情况，而它真的就是很服帖，整个的粉质哈都是那种很细腻的。其实近看的话我脸上下彩是蛮多的，但是这个粉底已经遮得来七七八八了，我觉得这个遮瑕力也是很不错很满意的。好了，整张脸上完之后，它就是带着有那种光泽度的雾面妆效，这个妆效我是真的很喜欢。我可以抵挡住男人的诱惑，但是绝对抵挡不住这些可可爱爱的小东西。才画了一只眉毛就来顾客了，好尴尬。我这个垫子里面的卫生还没有打扫，我要整快点，先把双眼皮贴贴起。好，最后再整一个这个卧蚕，我就先去打扫卫生了。别人擦边，我擦桌子，真的是。我打扫完了，姐妹们，顺便还点了份外卖。我朋友来啦，跟我一起化妆。你化到哪一步？粉打完了，粉打完了，还涂了口红。眼影，眼影，这个刚好你今天来，我就把这个给你。新的眼影，他今天终于来拿了。刚画眼影，我就打腮红。我先涂一支口红吧。画眼线的时候是我们最安静的时候。我今天眼线就画来这个样子，不画翘了。只是我在装。太难画了，小姐姐们，你的脸好小呀，我的脸。这样看，好，我往前面来，这样我的脸就大了吧？哦，这样子的话，这个睫毛就好翘，睫毛翘起来，眼睛才好看。我朋友还给我带了个定妆喷雾，为了不辜负他的心意，再喷一喷。来个妆容展示，我朋友讲的，我朋友要当美妆博主了。OK， 姐妹们，我跟我朋友要开始快乐的上班生活了，好，拜拜。